干嘛呀？什么服务态度啊？就这态度，爱喝不喝。我真是太激动了。你是谁啊？你要干什么？那什么，我就十分仰慕薄老板的抬举，想跟薄老板您拜师学艺来的。拜师？啊，对对，我从一开始就留意薄老板您了。我看着您这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啊，那靠着一手绝技，那叫赢得一个轻松，那简直叫人叹为观止啊！我拿顶上这颗人头担保啊，这一次您准赢。那什么是什么鬼手，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。行了行了，别拍马屁，反正我的技术你学不会的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不老板，我求求你，你收下我吧。我跟你保证啊，你只要收我为徒，那我没事吧？喝多久？喂，陆茹，你没事吧？陆茹，你没事，是的，好了，好了。四弟，你说谁他妈胆子那么大，竟敢虎口拔牙？他怕不想活了？哼，这满大厅的人。是谁想让我死？还不显而易见吗？你说的是那个美智子？我这就把他给抓起来！哎，不要那么冲动。我们现在没有证据，到时候反而给他反咬一口。况且，这是你的地盘，要是调查起来，你也不好交代。哎，伯母，你把这尸体好好处理一下，别让任何人发现。是。还有。那个梅智子，你给我盯紧了，别让他少任何花样。龙哥，放心吧，我们去大厅处理一下。各位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啊！刚才的事情啊，是虚惊一场。那个张福，本人旧疾复发，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到医院去了，请诸位不必担心了啊！我再宣布一下。张福本轮缺席，博东恒不战而胜。吴老板，真没想到我鬼手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更没想到你年纪轻轻赌技惊人。在前辈面前我不敢当啊。说实话，开始我没有看好你，我还以为没有什么跟你碰面一较高下的机会呢。薄老板真人不露相，倒让我很期待能够跟大名鼎鼎的鬼手一决胜负。伯母也很期待。不过在这之前吧，我想提醒一下，功夫就在功夫之外。那个人可不简单呢。多谢前辈提醒。希望你我能大战一场，我说过的话一定兑现。怎么样，不想对我下手？众目睽睽之下，你这么做也太大胆了吧！要杀你也是别人动手，我怎么会做这种有失身份的事情？难道你是要要挟我，要我在赌局中故意输给你？我不过是想节省点时间罢了。放心，对你我会使出真本事的。好，我们赌场见。我之前还在怀疑你们为什么好端端的举办这场赌博大赛，不过现在我明白了，你们要找的人就是他吧。反正我也没想到要瞒谁，
失陪了。自古以来，赌场从来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。鬼手的一句话，功夫在功夫之外，道出了赌场的天机。美智子不但控制了鬼手，而且还收买了何官。博东恒已经胸有成竹。 多是 A 4一对，而我是 AK 承让，承让。博老板明人不说暗话，桌上的这副牌早就已经进在我的眼中，所以你手里的牌不可能是三条四。那美智子小姐是说我出千了？以博老板的为人，应该不会这么做。我只是想知道，明明我算准的牌为什么会突然变了？希望博老板不吝赐教。美智子小姐的记忆力果然不同凡响。 能够把桌面上的牌按照顺序记下来，可是你却没有留意到，我们这位荷官有一个小小的习惯。什么习惯？所以牌的顺序被打乱了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你也太缺德。你，别生气嘛。 我是夸你有才。哈哈哈！来，喝一杯。东哥，咱们要不别开恋爱事务所，跟龙哥一块开赌场得了。哎，这个主意不错啊！博兄弟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钱不成问题，只要你作证就行了啊。顾秀英。 而且银行还有现金，你要小心呢。哎，各位，安静安静，我说正经的啊，不如我们别找宝藏了，咱们直接开赌场算了，反正我们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挣钱吗？东哥，我觉得龙哥说的有道理。有什么道理啊，龙哥？ 这个宝藏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藏，又怎么可以落到日本人跟着大帅的手上呢？况且，你就不怕我的这些雕虫小技，把你的家产都给输光了？啊？不会，我相信博兄弟你的赌技，哎，只要你我兄弟联手，别说是天津了，就是赢遍全国，那也没问题了。哎，别把话讲那么轻松，别忘了还有鬼手呢。哎呦！ 这个鬼手吧，我觉得就是江湖上的一个传说，言过其实了。不，其实打从鬼手一上赌桌开始，我仔细观察过他，他连牌都没碰过，连我都看不出来他到底怎么赢的。鬼手被叫做鬼手，就是因为他换牌的技术
无人可比。哎呀，就是个老千嘛，说的那么神秘。你懂什么？鬼手的厉害之处，就是他出千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人抓到过他的证据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就算很多人不服，对他也没有办法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鬼手赌牌的手法根本就无迹可寻呀。东航，你想到什么办法赢他了吗？想到了。真的？快快快，说。既然是绝招啊，又怎么可以告诉你呢？他什么意思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别问我了。哎，没事。听说你第一轮就败下来了。哎，我们谈笔生意怎么样啊？生意啊，我跟你有什么生意谈？我问你啊，波东鹏到底从你这儿想得到什么？我为什么告诉你？老鬼啊，我听说你因为欠了一大笔赌债退隐了江湖。好，你答应我，只要你告诉我你们之间谈了些什么，你欠的所有的赌债我都替你还上，而且我还给你一笔额外的养老费，怎么样？我不在乎钱，我只在乎怎么赢光别人的钱。你真的想知道吗？好，咱们赌一把，只要你赢了，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。好，咱们个赌法。我们就赌这个金币，正面、反面，你选。有点意思啊！反面，那我就选正面。你输了。输不起啊，中粗了。这个社会啊，它就是比较现实。我知道老鬼，我这个毒计赢不过你啊，但我有这玩意儿。你以为用枪就能赢得了我吗？这玩枪跟玩牌一样，要手疾眼快。怎么，我再给你赌一把。这里有五发子弹，这里面还有一发，赌赌看，看谁的命大。别动，老鬼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嘛。我说过我给你一大笔钱嘛。该轮到我了。你老鬼疯了你？他是个疯子，你疯了，你也带着我们跟着你疯，你怕了吧？啊？老鬼，我枪林弹雨我都走过来了，我还怕你吗？啊！老鬼，有你的。我告诉你，老鬼，我不管你跟波东鹏之间有什么交易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好自为之。缺钱来找我，走。我觉得我们不如把鬼手的手全剁下来，这样的话，就算他有再高明的换牌技术，他英雄无用武之地。怎么样？你说说你这些方法怎么都血丝呼啦的呀？那你说啊，我给你出一主意啊，就在他那个咖啡里给他和点迷魂药，让他一喝他来不了，这不就行了吗？行了，
且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有没有好主意啊？一个一个都这么没用。让各位久等了，决赛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请进入决赛的两位选手准备入场，其他人到观战席就坐。现在向大家介绍进入决赛的两位选手，博东恒先生和韦总先生。叫心理战。嗯，我觉得东恒是想挫挫鬼手的锐气。100万，年轻人，你还是不会跟的。跟？为什么不跟？跟你100万。100万。跟你100万。2000万，看你手上这副牌，很值得。这个博东恒疯了吗？他要么不下注，要下就下那么大的注。他手里的牌，真的能赢鬼手吗？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相信东哥的赌术吗？我这不是担心吗？你不怕输得翻不了身？到底是谁输，要到最后才知道。跟他2000万。开牌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！哎呀，行了，别那么小气了，一会儿给你赢回来不就行了吗？大点事儿。年轻人，不要以为懂得一点赌术就能够赢。那就看是谁下到最后吧。我要休息一下。拖延时间没有什么用的，请便。伯兄啊，手下留情啊，我帮你还有那么多兄弟要养活的吗？龙哥，我现在已经输得七七八八了。
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就两个选择，第一个，再给我2000万；第二个，以后就当要饭的了。你，哎，龙哥，你不说你穷的就剩下钱了吗？钱不是问题，问题他妈我没钱呐！齐伯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是斗不过鬼手的，我还得有点钱养老呢。你别后悔啊！我现在就他妈后悔了。我自己选择的路，我跪着也得走。郭先生，你可以把盒子作为赌资啊。啊。这段时间我还等得起。要不要我告诉你，你手里盖的是什么牌？怎么忽然间关心起我的牌？心理上，我鬼手赌了几十年了，什么样的对手都见过。那下注吧。500万，那么小心啊！哦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我还留点钱做养老金。好，我跟你500万，再大你1000万。年轻人太冲动了，你台面那点钱怎么跟我拼？除非你把盒子。前辈，你钥匙只有一把，可是要打开这个盒子，却要12把钥匙。几把钥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盒子。好吧，这个盒子就抵台面的钱。发牌。你们拿盒子上去赌的？嘘，安静点。火一狠，一会儿跟你算账。听说前辈一生只输过一次。年轻人，前辈奉告你一句：输未必是输，赢也未必是赢。冲你叫我一声前辈，你先叫。年轻人，勇气非凡。完了。开牌吧。
我年纪老了，还是让年轻人先开吧。我这副牌的确不是很好，看来不是输定了。哥，哥，东哥的牌很差吗？他为什么说他自己输定了？东恒这副牌不算差，但也不算太好，可是要赢鬼手估计够呛。啊！东哥，输了就输了，没事儿，钱是龙哥的，没事啊。你说什么呢？小心我把你拉到怡红院去顶债啊！怕你啊！你敢？少说话。鬼手，愿赌服输。我算数。这个输给你了，博恒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是不是疯了？连牌都不看就走了？赌王正式产生，那就是博东恒先生，让我们一起为他祝贺吧。哎，这鬼手的三条二明显大过东哥的 AK 两对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只有天知道了。你为什么有意输给他？你的任务是逼他拿出盒子，结果你还把钥匙给了博东恒，你不想活了？这几年要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一直在保护你，你恐怕早就横尸街头了。我是个赌徒，我赌了一辈子，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输，什么时候该赢。我今天赌的是输。为什么？我知道博东恒他们赌的是什么，所以我不能赢，更永远不能让你们日本人赢取那笔宝藏。既然如此，我再给你一次赌的机会。今天你要赌输，如果你输了，我就给你活命的机会；如果你赢的话，就把命赔给我。好。我赌正面。你没有赌到输。
自己是赌徒，选正面就死得瞑目吗？是赌徒，我赌正面，我输得瞑目。作为中国人，鬼手的良知没有泯灭，鬼手的死是那些没有节气和没有灵魂的人永远不能明白的。我还是想不明白。哎，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。你知道？他故意不开牌，是要故意输给我的。啊？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能赢美智子，也是他提醒我。他不是自愿要跟我赌，是有人逼的。谁？美智子。美智子是要利用他，要我赌输盒子。可是他宁愿选择死，也不想这个盒子落到日本人的手里。哦，我明白了。生当当豪杰，死亦做鬼雄。至今撕鬼手，不让鬼子赢。佩服，佩服。顾什么？太感人了。哦，鬼手的那把钥匙应该是开巨蟹座的。我们已经依次打开了射手座、摩羯座、水瓶座、双子座、双鱼座、白羊座和金牛座，有四张残缺不全。项链，小梅，你有印象吗？一张纸条，这个旋律好熟悉啊，爸妈写给我的。这条项链是给大胆的，好像在哪儿听过。不就是梨花树下吗？我也听过的。不是，好像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曲子。哎，别看我，哎，我对音乐是外行，我不懂这个啊。看来下一把钥匙的线索跟这首曲子有关。我觉得教授不可能知道你跟你父母小时候的情况。我想这个迷局是你父母设下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迷局一定是要解的。我的妈妈是巨蟹座的，这样的女人善良，富有同情心，非常具有母性的色彩，具有非常浓厚的保护色彩。还在想，这段旋律我真的听过，对这条项链也有印象，可是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它了。这很正常，毕竟你是小时候的记忆。现在你留了这么大一笔钱，为什么还甘心冒着生命危险帮我继续寻找宝藏？钱对于我来说不重要，有人比我更需要这笔钱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就不问了。